平安。啊，今天我要诵读的经文是《提摩太前书》第四章十到十六节。我们劳苦努力，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，这是上帝的道。 希望大家保持呃你们的耐力哈、啊，因为现在哈、啊、时间不早，但是我们现在才开始讲道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的时间，需要大家去安静在神面前，好的去专心呃崇拜跟聆听上帝的道，不要论断论断，不要加倍，不要少看人少看人啊！之前我们都讲过了，不要论断，不要加倍。今天说不要少看人，人是万物之灵啊，我们说万。 万物当中、啊，哈，最重要的是人。圣经当中提醒我们，人是很重要。人比天使为微,微小一点，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。人有非常贵重的尊贵的身份，上帝尊重我们，我们也得尊重神、尊重人。神说，我们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去爱我们的上帝。其次，是要爱人如己。 我们爱自己，也得去爱别人。神爱世人，上帝差派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自己独生的爱子，为人类舍命。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可以不爱其他人吗？爱人就是爱神。最大的诫命是要去爱神。神说：“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可以看见的人，我们怎么去爱我们那位看不见的神？” 你爱人就是爱我。耶稣说：“你爱弟兄中最少的一个，你服侍弟兄中最少的一个，就是服侍我。”马太福音有一个黄金定律哈，七章十二节这个 Golden Rule，你要人怎么去对待你，你就要怎么样的去对待人。将心比心，你喜欢人家怎么对待你，你就要怎么样去对待人。所以。 如果你不喜欢人家论断你批评你，你不要去论断论断人批评人。如果你不要别人去责备你看扁你，你就不要去责备人看扁看少其他人。在神之下，我自己觉得人是最大的哈、啊。 人是最荣耀、最尊贵的哈，所以誒、呃、有些孩子啊，有些我的孩子受得受傷，妈妈买一个狗买一个猫嚇，去誒、呃、照顾猫照顾狗。我从来没有养一个猫一个狗嚇，因为我觉得猫狗很可爱，但是我照顾人的时间都没有，還怎么去照顾猫跟狗嚇？我自己的使命，我自己的责任是要去照顾人，是要去爱人，是去帮人。所以嚇，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，上帝爱我爱你是一样。 的公平一样的公正，上帝不容许。这个是上帝不容许。我们去伤害人、侮辱人、凌骂人、贬低人、小看人、去批评人、去嗯砸别人。这个我已经讲过了，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犹太人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看不起其他民俗的人，他们看外邦人是污秽的，是狗。 是猪是不洁净的，是得不到上帝的福气的。他们不理解，外邦人也是人。上帝爱他们，上帝期待犹太人将上帝的爱带给这一班外邦人。正如基督徒，上帝爱基督徒，毫无疑问。但是上帝要基督徒将上帝的爱去传给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去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不是看不起他们啊！还没有信主的，你不是基督徒哈、啊，我不跟你做朋友。不是看不起他们，更加要去爱他们，更加要将神的爱去传给他们。彼得祷告的时候，地生看见很多犹太人，因为是不洁净的动物，犹太人绝不会吃这些的动物，上帝却要彼得。 宰了他们来吃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别如说不行的、不行的，这个是不能吃的，是不洁净的。上帝，你不知道吗？上帝说知道，但是哈、啊，我现在要你吃，你就吃吧。上帝说是行的，凡神所洁净的，不是食物，不是不洁，是洁净的了，是可以吃的。 为什么上帝给彼得看这个衣裳，就是要上帝，上帝就是要彼得出去，全福音给那些外邦人，这些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，不是不觉的，上帝洁净的都是上帝所宝贵的，而彼得明白了上帝的心意，他说：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不要以为什么什么人有什么什么了不起，都是一样。 神不偏待人，神也不会说你是什么什么的人，没有这个条件，没有什么资资格。神神不偏待人，神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。他的恩典，他的福气，人人有份。只要我们敬畏上帝，当然你不敬畏神，你都不要，你都觉得神不存在的，神怎么将恩典给你呢？只要我们有个敬畏上帝的心，要愿意遵循他的道，他的道理是这样，你不听。 又怎么可以得得到呢？上帝将他的救恩给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去接受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更多的福气，也会得到更更更加大的平安。彼得上一个罗马的官，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，名叫哥里流。哈，读下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的时候，全福音。这个外邦人的官听见福音了。 承认自己的罪孽，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一刻，他得到这个心灵的恩赐。那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同样的，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他就接受这个洗礼了。哈，Jesus c h r 在，然后今天是他洗礼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用一两个例子。这个外邦人的官哥林楼，还有他的家人都因为他们信主的缘故，都很快洗礼了，听见明白接受。 承认自己的罪孽，就洗礼了这个是神的恩典。外邦人都是人，绝望无知的人也是人。孩子不懂事不能洗礼，孩子不懂事不要去骚扰耶稣。孩子都是人，老人家很麻烦哈、啊，唠唠叨叨的都是人，不懂事的人也是人。他们是人，他们都尊贵，我们怎么去爱他们？怎么样将神的恩典分享分享给他们？ 许多圣卷是讲在回到之后哈、啊，我们呃这一段，这一段讲到耶稣基督，这里讲到西拉跟西拉跟保罗了，他们去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哈、啊，他们就痛恨痛恨他们，将他们抓了关在监牢了里面。 这一段十六章提到上帝拯救自己的仆人保罗跟希拉。十六章二十六节哈、啊，忽然地带震动，监门全开，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。一个禁卒，一个禁卒，他很怕，因为囚犯都走了，那些上头啊一定会追究他们办事不力。 他说：反正都幾他們有處分啦、啊，可能有處死啦。他自己嚇、啊、覺得沒有希望，恐懼、絕望的時候，他把刀又自殺。在這個時候，保羅斯拉應該離開的啦，他們就要走的嘛他們因着對這個無辜的於於主這個、这个呃、主個的这個愛，他們回頭安撫他。 关怀他，劝他，是不是一个办法哈？绝望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住耶稣基督。绝望的时候，我们的希望在耶稣基督里边。所以他们上这个求席的敬主，全掌耶稣基督。这个敬主哈，听得明白哦，非常感恩。然之后呢，不单只是他自己听得明白，他要回家了哈，跟家人一同去听。 耶稣基督满有希望，满有这个光明的这个福音，十六章三十一节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是罪人。当你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们的家庭就不一样了。同样，三十三节，在那个晚上，很快。 当他们听见这个福音，明白了这个真理，他们本来要求啊，这个本来要求要出席的这个金主和他的家人，本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现在他们明白了，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可能有男有女，也可能有老人家有孩子有 babies，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呦，他不懂事，这些老人家这些孩子啊这些 babies 不懂事，还不能洗礼吧？”但是这里说哈，他们一家人。 可能只是明白一点点神的道，许多旧约的历史，许多先知书、上帝的道，他们真是没有听过，也真是还不明白。但是凭着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就有这个条件，有这个资格接受洗礼。这个洗礼代表他们全家都可以归进上帝荣耀的国度里边，因为信了神。 因为他们看见神的爱，神的拯救，看见神无条件的接纳了他们，他们就愿意接受这个洗礼，愿意加进上帝的家庭，明白在他们人生当中，他们有神与他们同在。从今以后，他不是自己去做决定，是神为他们做决定。 从今以后，不是自己走前边的路，他知道有神与他们同行。从今以后，他们与神永不分离，他们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跟从神而来的喜乐。彼得、保罗、西拉，全福音的人，因为他们爱人尊重人，也因为他们爱神尊重神，无论神差派他们去哪里。 做什么的工作，对住什么人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不想跟他做朋友，我不想跟他全副因用，我不喜欢他。只要神要你去，麻烦你，你都要去。真言，这里讲到上帝恨污我们的罪，什么罪？那些不尊重人、不爱人、恨人、害人的罪，有七样：高傲的言。 欺骗人的心，伤害人的手；阴毒欺骗人的话啊，伤害人的手，阴毒的心啊，心很毒的，歹毒的，走来走去搞破坏，搞风雨的走，制造是非，中伤别人，控诉别人，最后在弟兄中，在人人群中。 在 Facebook，在 Instagram，在微信，散爆散布散纷争，令到大家都乱啦，令到大家 device 令到大家很很很分离的一些的一些的事情。最近大家都知道，人心往往啊，很多不同的 message、不同的 ideas、不同的 opinions。中国的问题，香港的问题，美国的问题。 警察的问题，暴徒的问题，你有讲一句，我也讲一句，越讲越吃力，越讲越多纷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听了很多，我看见很多，我恐惧，我担心，我忧愁，痛苦。我告诉你，应该做什么？我自己觉得啊，祷告吧，不要讲得太多。 做一个有智慧的和平世界，但是我的恐惧，我自己的要求，每天看见不同的东西，我自己觉得也真是这个事情哈。我们看见和平、公益、真理，我觉得离我们也真是太远了。我们真是需要神给我们这个和平的心，这个智慧的灵，怎么去看明就明，不明就不明的事情太复杂，讲也讲不通。 祷告吧，沉默吧。高傲的人哈，这里咱们回到这个高傲的人。高傲的人哈，我们说狗眼看人低啊，众人都说了，我们高高在上啊，狗啊，富贵人的狗啊，有钱人家的狗啊，也看不起啊贫穷的民工，怎么穷啊？来我家哈，就吃开，我要咬你一口，狗。 也看不起那些啊贫穷的人哈、啊，狗眼看人低，目中无人，无法无天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看不起其他人，论断论断人，砸背人，看不起人，都是同一个心态。我自己觉得说，喜欢一个犀利的一同去讲，为什么我们去评论人？为什么我们去砸背人？ 为什么我们看不起人？都是同一个心态，觉得自己哈、啊、是对的，人家是错的。自己有这个权柄，别人连解释一下哈，辩白一下这个资格都没有。争争争争讲有你讲哈，人争的时候闭嘴，shut up，听我讲你不要争。很多时候这个就是霸次啦，这个就是欺凌啦。 你讲你讲什么都行，人家讲什么都不行。骄傲的心，高傲的眼，是上帝所憎话的，看不起别人。很多时候都会，你自己不察觉的啊。我更加奇怪的哈、啊，有些人哈、啊，他是看不起自己的家人，他是看不起自己的儿女，他总是批评自己的家人，总是批评自己的儿女。 因为他们喜欢跟其他的家人哈、啊、其他的家庭、其他的孩子比较，觉得自己的家啊、自己的家人啊，自己的儿女啊，总是啊不够其他人好，所以讲了一些很伤心哈、啊，令自己的儿女很伤心的话。妈妈爸爸常常说人家什么什么好哈、啊，或者什么什么都不好，就是你没有说他不好，他自己觉得啊，人家好我不好了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、五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一般先知都被尊尊重，就是本地本家的先知不被尊重。”我们要说哈、啊，本地的先知不取相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有一个人叫拿单耶，他听说耶稣是拿撒勒人，他就说了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不要小看别人。 也不要少看自己的家人，甚至是少看自己的教会、自己的童工、自己的牧师，什么的教会好啊，什么的牧师好啊，什么的童工好，很奇怪，少看其他人，少看自己的家人。我在澳洲好多年了，三十多年了。我告诉你哈、啊，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黄毛丫头，那个时候你想想，在澳洲。 有许多平等的机会啊，Country of opportunities。对，在澳洲有很多的机会，有很多平等的机会。但是你想想，我来的时候经历过很多，有没有受过别人的歧视？有没有人看不起我？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有，当然有。一个从香港来的女生，我都说了啊，一个黄毛丫头，什么都不懂。 An Asian woman 来到这个西方的国家，在一个长权威、长学问、长学历，我认识的的人呢、啊，很多都是在教堂的，还是教堂以外的，都是西人啊，那些没有这么多的中国人，都是高头大马，都是什么博士啊、硕士啊，都专业的人士。我可以不被人家看扁吗？我告诉你，只是我不甘心。 我不服气，我问神，我要问我自己，我什么地方值得别人看我不起呢？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人在看我不起呢？自己检讨一下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自己有劳有努力，我自己有争气，我自己有学习，我自己要证明一下，我自己要其他人慢慢的去明白。 我没有值得他们看我不起的地方跟理由。这一段就是保罗跟提莫泰一个新的传道人，一个老资格的传道人，就是快要退休的传道人，跟一个新的传道人说：“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”这个年轻啊，已经说了，提莫泰。 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一个人了，凭什么觉得呢？因为在十四年前哈，提摩太信主是保罗带他信主，十四年之后哈，保罗写这个信给提摩太，提摩太已经是一夫所教会的一个领导，可能已经是一个全道人了。 所以十四年呢、啊，就是他初初认识保罗的时候，可能十多岁了，算他是十多岁，可以信主了哈，懂事了。那十四年之后，可能他三十岁了，还是三十多岁。所以他不不是算算太年轻。这个年轻的意思说，你是一个新的传道人，可能很多东西你不懂，很多很多侍奉你没有经验。一个新的传道人，年纪不算轻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去批评他。 说他经验不足，侍奉的能力不够。你看保罗哈、啊，你看其他的全道跟你不一样。保罗告诉他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人家批评你，人家评论你，人家比较一下挑剔你。这个我都明白，因为保罗自己都经历过了。人都是这样的，你做什么，人家都需要去评价你一下。但是保罗在当中学习了很多。 凭他的经验，他现现在来鼓励这个新的传道人提莫泰，人家会看少你的，人家会少看你的，所以你自己要争气，所以你要自己做得好。保罗之后提醒提莫泰，不要讲这样子少看你，什么都不懂，那你就懂一点喽。你要好好的教导，好的牧羊，先好好的学习吧。 好用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你要勤奋，你要专心，你要长进，你要上进，你要不断的去追求，不要停在这边。你要事事小心。你说行的，你说长的，明白神会看着你的是很多人也会看着你，他们看着你，评价你。 不要叫人有什么的把柄，有什么的话柄，去攻击你，去看不起你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常常说，怎么去做？要挺起胸膛，要抬起头来，要光明磊落、磊落，不要神神疏疏，不要浪得虚名，不要有名无实。 牧羊教会、领导教会，我们要持守真理，做言习实行。在所有上帝喜悦的事上，我们要恒心，还要忠心，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我们、看我们的人。你做得不好。 自己没有神的奖赏，自己很沮丧，因为常常人家都批评你啊，人家人都说你不好，那你真是不好检讨一下。如果你是好的，人家这样看你的哈、啊，就算了吧。人家这么讲你，没有需要，只要你在神神面前问心无愧。但是我们一定有这个进步的空间的，只要我们做得好，其不蒙越啦。如果我们做得好，神知道。 人家知道，一般人的眼光是雪白的。一般人不是特意刻意的去批评你的，除非你真是做的不好，你真是有点问题。所以我自己啊，听到你们的意见，我真是要改变一下，我真是要进步一下。我真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孽一撒。如果我们真的做的不好，上帝不喜悦，别人不喜欢。 看不起耶稣的批评，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看不起那些看不起什么人呢？杂貌为善，能说不能行。耶稣重重的去责备他们：杂貌为善，为善，自以为意，能说不能行。看不起这些人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要别人看得起我们。 我们首先要看得起自己，我们要尊重自己，因为我们尊重自己，我们要提升自己，我们要求上进，我们要好的学，好的思想，好的去理解什么地方是应该我们去学习，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去参与。停在这里，求神祝福保守我们。 让我们再次明白，在神面前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？人家对我们怎么样？人家又可以怎么样？如果你积极争气，你自己蒙神悦纳；人家对你不好，人家看不起你，又又如何？我们祷告。神，你是一个公平的神。 你是一公義的神，你不會偏大人。什麼人做錯，你都會審判；什麼人做對，你都會表揚。最好的審判不是今天，今天我們還是很多東西不明白。但是有一天，耶穌基督再來，很多東西我們不明白的都會明白，很多東西我們不同意的也不得不同意。現在我們什麼都不懂。 什么都不清楚，我们不要给什么的假象，不要给什么的争论，影响我们心中没有平安，影响我们成为其中一个去散步纷争的一个人。我们只是希望你的平安，你的周恩临到这个世界，临到香港。我们不知道谁有道理，谁没有道理，我只知道谁都是罪人。 里边都有很多的不洁净的地方，你不喜悦的地方。我们多说多参与，即使领导事情更加的糟糕，但是你是一个公益的神。我们只是求你的平安，你的真理，你的和平，你的公益，领到这个世界。但是在这个没有、没有、没有光的这个世界。 在这个没有神的世界，公理何在？和平何权？都是用自己的诗意，都是用自己的理想，都是用自己的理念，都是用自己的评论。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和平。只有我们尊主伟大，只有我们真实明白神理的真理。外边没有和和平。 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，求神你给我们起码自己的心中有平安，因着神你给我们的平安、机会跟勇气，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不平安的世界，这个不平安的时代。求你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阿门。